바람이 하이동은 바람도 세고 햇빛도 강하네. 너무 더워서 모자를 썼어요. 现在是26度，但是感觉30度左右。진짜너무더워。한국도지방으로내려가면은민박할수있는곳이많아요。와너무좋아하이동에는우버도없고그냥일반택시가있는데일반택시는또잡기가힘들다고그러더라고요카메라가열이너무심해가지고제가잠깐세븐일레븐에앉아있었는데하이동은되게걷는게위험하다고해가지고택시를불러줬어요아아시시아바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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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택시를불러줬습니다시시바이바이很热，对呀、啊。那这边是，梅治夏天，夏天更热哦，夏天差不多38度。38度 ，Oh my god！ 等一下，晚上回台北。哦，你晚上就回去了哈。嗯。이동의시내가인것같아요그래서이렇게속옷도팔고그리고이렇게옷가게도있습니다아여기에그뭐지저거유명한만두아저거먹을까저거대만에서엄청유명한만두예요저거그김치만두진짜맛있어김치만두저기附近可以钓鱼吗海边可以吗但是아선수단이야这个是 CCTV， 对对对。啊，你现在去看、嗯、有，你看风很大，风很大，但是和有人在钓，很危险。嗯，危险，危险。这边啊、哦，再弯过去，再往那边啊、哦，这个方向去啊，到尽头啊、哦，左边，左边去啊，过去有一个红绿灯啊，红绿灯，走过去那边就是海边了。好 ，OK，、哦、谢谢你的正面小心。谢谢谢谢，拜拜。하이동에와가지고물고기를잡고싶었는데사장님이오늘바람이너무세가지고안잡힌대요그리고위험하다고그랬어요근데만약에타이동이바람이안불었으면은엄청더더웠을것같아요파도가진짜세네제가타이동바다풍경을보여드릴게요이거바다인상을만들기위해서제가지금걷고있는데바람도세서그무슨냄새가엄청많이나는데바닥에보니까똥이진짜많아요똥요很多大便여행은진짜혼자하면은너무심심한것같아요말할사람도없고하지만저희가족이곧대만으로옵니다원래내년에올예정이었는데아빠랑엄마가대만음식이다시먹고싶다고해서드디어다음달에대만에옵니다저는지금시간이없어서빨리밥을먹고호처산에가야돼요여기가는만두를몇개먹을수있는지선택을해서그게좋은것같아요제가쌀라탕을진짜좋아하는데진짜김타이펑이랑똑같은맛이에요만두8개랑쌀라탕을주문했는데지금기차시간이얼마남지않았는데택시잡기가진짜힘들어요그리고여기는우버도없는것같아요你好，站在这边不能找 taxi， 很难。要打电话。啊，打电话。路上 taxi。很少在路上走来走去啊！今天如果没有你，我不能回台北。你下次来台中的话，有需要有什么事情不了解的，你打电话问我。哦，谢谢。哎，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包车，也不一定要坐车。嗯、你不了解不懂的，你就打给我。你就暂时会住在台湾的嘛？哦。原来你要在这边做生意啊？
哦，我已经就在台湾一年多。哦，是啊。哦。韩国的语言啊，我听不懂。啊，但是这边很多韩国人来吗？台东。哎，有多少？有一些啊。哦，那你是台东人吗？我台南人，我来这边已经三四十年了。哇，真的吗？很久很久。台东，那个，诶，不是，台风快来了吗？台风，台风现在没有台风了。哦。嘿，要暑假的时候，夏天才有台风，现在没有台风了。因为这今天的天气好像……没有，这是东北季风，不是台风。我在韩国真的不喜欢坐这个计程车 taxi， 因为他们真的不客气啊，不亲切。不亲切啊，哦，台湾呢？台湾呢？台北有些人不好，但是有些人很好。那我们服务业对客人就要客气一点啊，要有诚意啊，这样客人才以后才会继续坐我们的车啊。嗯，我的台湾朋友去韩国旅行，然后他们坐计程车，他们跟我说，哎，为什么韩国司机真的不亲切？啊，有的人，有的外国人说，台湾最美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不知道。是人啊？真的吗？哎，最美的是人，是我们这边的人比较亲切啦。啊，哎，所以台湾最美的不是风景，是不是？哦，哎，我们台湾这边的人都比较和善，比较亲切。哦，比较亲切。你应该跟我儿子差不多年纪吧？嗯，我是1996年。那我儿子是83年的啊。啊，83。哎，多你两岁吧。哦，两岁。我儿子快30岁了啦。还没结婚。还没。那你应该结婚了吧？我的爸爸每一次跟我说，你什么时候结婚？结婚。你也还没结婚哦。哦，但是我听说现在台湾的年轻人不要结婚，不喜欢，不喜欢，因为房子也很贵。对，什么都贵了，现在物价都涨得很高，那怎么会想要来台湾做生意？我之前就在新加坡读书，大概4年，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来台湾玩，哇，真的不错，所以我在新加坡毕业以后，我试试看，就在台湾。到了，改天有空再有机会再聊哈。谢谢，妈妈小心。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哦。방금택시기사님덕분에빨리기차역에도착을할수있었습니다까먹은게있어요그도시락을꼭사서먹어봐야돼요진짜맛있어